好，我们李宇航《变形记》的79集就开始了。那么在79集当中呢，我们教他练一些发球的连续。那么从上旋球开始，再到下旋球。我们刚开始的话，因为他的技术还不成熟，那么有这个概念，那么就用多球的方法去处理。怎么用多球方法去处理呢？现在我们先给他发那个上旋球，完了以后的连接。告诉他在发完球以后的连接有哪些方面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先做个上旋球。好，宇航，你在这里位置发完上旋球来以后，你看我不是发上旋球，在这个位置来正手发，发完上旋球以后在这里调整，完了连续跟我连续，好不好？来拿球，发一个球，发完以后站好位置。然后我的球就发过去了，来，站好，怎么放手？怎么放手？你看，对，对，来，开始。哎，这个是上旋球发，对对，再来第二个，对，漂亮。在这，有的时候他发的快，小孩子有一些出现高球的，就叫他去打，可以适当的加点节奏，对。哎，漂亮啊，很好啊，来，手怎么放？哎，对对对，好的，漂亮啊，对，再来，加点节奏给他就可以，好的，啊，发一个下旋球以后的拉球，在那个位置。换一个位置来发，哎，下旋球，来发，哎，对，再来，嗯，哎，调整，对了，漂亮，好的，哎，漂亮啊。来，把这个拿开一点点，我给一点位置给你啊。拉球，来继续。调整，对，再来。手怎么放？发球之前，对，好的，哎，这个动作很标准啊。走，漂亮，对。哟，这么转，我操，这么转，好的，对对，嗯，你再注意调整啊，再打啊，不要太急啊，对，漂亮，发点下旋啊，来，站好，全部发上旋。下旋哦，下旋你还不会，下次我教你啊。哇，这个球发得好的，这个球发得不错的，来劲了，他想打比赛了。你看他那个眼睛，哎，跑上去，跑上去，这种球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，发完以后，我们拉完球连续啊，你看啊。拉，连续，走，对了，再来，起，好的，好，上旋球，一个上旋，一个下旋，你看，发这个，完了以后这个来连接，来。对，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发哪种？发这种快的，完了连接，好不好？对，开始。好的，不错啊。再来一组。啊，这么高的，
不这么高的击球，这样子会高，等一下球掉下来一点。哎，我们教练员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他发完这个球以后，他这样子，队员这样子一发完这个球后，一样给他调整一下，我们再发另外一个球，不要太发个球就砸这个球过来了。来，再来几个，最后四个好不好？来发，对，来继续，加油，漂亮啊，可以。啊，手怎么放？对，对，身体转过来，再来一个，起，漂亮，再来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就拍完了。好的。